照片里看到眼睫毛根部都是皮屑，眼睛四周还有出油。医生用放大镜一看，就看到好多只这一种螨虫爬满了病患眼睛。一根睫毛可以看到3到5只哦，算3到5只，上下睫毛可能有20几只睫毛，那可能都会有数十只吧。先前有一名男子到了高医眼科就诊，说他眼睛干痒，甚至还有异物感。医师一问才知道他有熬夜追剧、打电动的坏习惯。螨虫特别喜欢在油脂分泌物旺盛的人，因为他会吃我们的一些皮屑，那像是一些本来就容易出油的人，或者是像一些皮肤科一些酒糟性皮肤炎的病人。流眼油容易造成眼睛负担，甚至长螨虫。医生表示，其实要防范，先从清洁做起。你眼睛闭紧，然后轻轻的在睫毛的根部去做按摩。对，一天可以2次。也有医师表示，为了防止皮下油脂增生，也可以透过40到50度热毛巾热敷。有温度之后，把它拿开来，我们轻轻的顺时钟上眼睑，就顺时钟或逆时钟的按摩。尤其现代人经常滑手机、打电脑伤眼睛，医师呼吁平时就要做好眼部清洁，以免螨虫找上门。华视新闻蔡孟钜、许文南高雄报道。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。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